大家好，我是美味销售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糖醋鲤鱼的做法，色泽红亮，外酥里嫩，酸甜可口又好吃。刚从市场上买了一条鲤鱼，已经让老板杀好处理好了，然后把鱼清洗干净。鱼清洗过后，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。锅里倒入多一些的油，油热以后提起鱼尾一头，将鱼头朝下放入油锅里面炸，用勺子把热油从鱼身上往下慢慢的浇，浇油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，防止油溅出来伤到自己。鱼的正反两面都要浇到油，这样浇一两分钟后，把鱼炸至定型的时候，再把鱼平放入油锅里面炸，继续用勺子把热油往鱼身上浇。一面炸好后，再翻过来炸另一面。
最后把鱼表面炸至金黄的时候，用油捞出来，摆放在盘子里面。锅里留少许的油，加入葱姜蒜末进去炒香，然后加入刚才调的糖醋汁进去搅拌。再加点水淀粉勾芡，搅到浓稠的时候，往锅里加点热油进去，将糖醋汁爆开，搅拌均匀后关火，然后用勺子把糖醋汁均匀地淋在鱼身上。最后在鱼身上撒上小葱花就可以开吃了。好了，咱们这个糖醋鲤鱼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色泽红亮诱人，外酥里嫩，口感酸甜可口，味道鲜美好吃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大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